花莲新成国小有一名校工叫做周志毅，虽然因为小儿麻痹行动不便，但是他每天总是最早到学校，最晚离开的。如今因为年纪大了，决定要退休，全校师生在连假前的最后一天举行了欢送会，校长更拿出结婚金项链跟教职员集资，送上了纯金坠子，场面相当的温馨。全校师生与台上已经服务32年的周叔叔温馨合唱，因为这天是他在校上班的最后一天，校长也拿出自己的结婚项链与教职员合资打造纯金牛坠子作为贺礼。在花莲新成国小服务的校工周志毅，因为小儿麻痹不良于行，但他总是一大清早6点就到校开门，最后一个才离开学校，还会不时坐着电动轮椅巡视校园。如今校长考量周叔叔已经62岁，每天上下楼关门窗的工作渐渐吃力，因此决定让他明年退休。同仁的帮忙，校长的支持，可以相守在新成国小32年，眼眶带着泪水，要离开守护了32个年头的地方，实在相当不舍。全校师生也在元旦连假前的最后一天上班日，替周叔叔举办欢送会，透过送他这一条结婚项链，然后祝福他，而且希望他之后也是当以志工的身份守护新成国小。金项链象征情定新成国小，全校小朋友也在最后一天排成一排向周叔叔告别道谢。虽然即将退休，但身影永远存留在每个师生的心中。记者陈金叶花莲报道。